你知道当时是谁给你打的120吗？陆阳，我救了你两次了。你不想说实话也没事儿，我已经都知道了。你知道什么？我知道是谁打伤了你，我也知道你为什么要帮他隐瞒，我还知道你们在找什么。一切的一切，我通通都知道。你觉得我在诈你，是吗？夏心凉。夏心凉就是你裴床的亲戚，对吧？他是我亲戚，那又怎样？他还是你的同伙。你在车祸现场拿了钥匙包，和夏心凉两次潜入我家找东西，一直都没有找到。你们这才跑到废车场去找，在那儿，你们两个人不知道因为什么发生了争执，他打伤了你。你早都已经清醒了，却一直在装傻，原因无非只有两个：第一，你无法面对警察的盘问；第二，你害怕遭到夏心凉的报复。你知道许攸宁的手上除了钱，还有一份很要紧的东西，所以你和夏心凉一直在找他，没错吧？你们的确在废车里找到了什么，还因此起了内讧。可惜，那份最要紧的东西，你们一直都没有找到，对吗？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那份名单，许攸宁根本就没有放在车里。他一直都带在身上。他还活着。是的，你没有听错。好好休息，改天我再来看你。咱们走吧。好。这就聊完了。我想知道的事情已经确认了。对了，我还有一件事情想问他，你在这儿等我一下好吗？好。